哎，别过来，这儿都是油漆，你回来的正好，你把衣服换了，来帮我忙吧。啊。别把油漆沾到身上。哎，像刷油漆这种工作，我们请工人来就好了，你不用自己动手的。哎呀，请人工很贵的，自己买油漆自己刷一点都不复杂。才来不久，就知道怎么省钱了哈。假鸡随鸡嘛，不过啊。 这儿的人工确实贵的离谱，我们自己买油漆自己刷，能省不少钱呢。哎，你看，我啊准备把这儿全刷黑的，然后这儿呢开始刷白的，漂亮吧？挺好的。还有窗帘、餐桌、地毯什么的，我都已经订好了，过几天就能送到，到时候啊咱们家就大变样了。嗯。 我知道你压力大，别担心。结婚以后，我也可以出去工作，咱们俩一起为这个家努力，好吗？好。来，把领带摘了。哎哎，你手那给你。不不不，你用吧，你用吧。小心啊，别沾到油漆。 我们的小家漂亮吧？我觉得你有家漂亮。喜不喜欢吗？喜欢。我爱你。 从明天开始，你就是秦太太了。我呢，会用一辈子去爱你。从明天开始，我就要从你的女人变成你的太太了。那我们要一辈子这样，不分彼此，好不好？ 秦淮，路上开车小心。不要担心，等我回来。丫头，是我，你干嘛呢？姐，您是忙什么呢？都不理我。不就忙我和秦淮的事儿吗？哎，通知你一声啊，明天我们就要去公证结婚了。真的？那婚礼什么时候举行？我什么时候过去啊？婚礼先往后放一放。明天我们先去公证，等婚礼定了再把你接过来啊。你怎么样啊？我挺好的。 现在正在酒吧跟朋友们吃串呢，跑这里来吵。姐要跟你说，明天一定要穿得漂亮点啊！照相，一定要照相，那可是一刻代表永恒的照片。还有，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发点你们家的照片啊？啊？什么情况？
黑锅网友这么差吗？我知道，我这不刚学会用这新手机吗？一会儿挂了就给你发啊。哎，对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一个女孩子家，别老没事儿把自己往酒吧里泡着。知道啦，你照顾好自己就行啊。知道。行了，我先挂了啊，一会儿就给你发照片啊。好，那我挂了。你介不介意我们两个合个影？我们俩吗？啊，好啊。我就想纪念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来，刚刚在谢桥面前舒展开来的世界，此刻仿佛瞬间关闭了。谢桥来不及难过，来不及愤怒，甚至来不及再多想一点儿，就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沉沉地压住，死死地罩在里面。喂，是田二麦先生吗？啊，我是田二麦啊。您哪位啊？我是谢桥。谢桥？我是北京来的谢桥。我去过您在北京的婚介所，是您把秦淮介绍给我。我们本来打算明天去登记结婚，我刚刚发现很多他和别的女人的合影。因为他是你介绍给我的，我想知道实情。我在洛杉矶举目无亲，希望你能够帮我。田先生，田先生。哦，你住哪儿啊？我过去接你。谢桥吧，我记得您。您怎么来美国了？怎么还穿成这样啊？你这身打扮一看就从大陆来的。这什么呀？灯笼裤啊？你看满大街谁穿灯笼裤啊？这什么高跟鞋啊？呵，有20公分的吧？走路不难受啊？换成运动鞋吧。要想做美国人，这是第一步。走吧，我请你吃中午饭，啊，咱们边吃边聊。啊，走。
今天特价菜多少钱啊？6.99。6.99，上，多上啊！不用给我点，我真的一点都吃不下。别客气，别客气啊！想吃什么就吃，今天我请客。来，都快坐。我就是想来问问你，这些照片到底怎么回事吗？为什么每张照片上都有名字和编号啊？我真没想到清怀这小子还真把你办过来了。你了解他的情况吗？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实情？我觉得我有权利知道真相。你想知道什么呀？这些照片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女人？说实话，这秦淮是我们婚介所的金字招牌，那有他在呢，就没有搞不定的女人。所以，他是你派来搞定我的？不是派来搞定你的。你想，一个婚介所，是不是？他确实需要几个上得了台面的漂亮人物，秦淮呢，就是我们的明星啊。那有他在呢。就有市场，有吸引力，像你们这样大陆的女孩，才会把这个介绍费付给我们。那就是说，秦淮是你们婚介所的婚托，你们是联合起来骗婚的？也不能说是骗婚，秦淮提供的这些资料都是真实的。周瑜打黄盖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简直就像柳下惠，挣点钱也不容易。但是他在另一方面从来不会占女孩子的便宜的。他还从相亲里挣钱？他一个堂堂的建筑工程师，至于要干这种勾当吗？经济都萧条了，不景气嘛，就失业了嘛。但是他呢，还是很有才华的，就是不会推销自己。你想，在美国这种地方，不会推销自己是很吃不开的。那他在美国到底有没有正式工作？也不能说他没有，也算是有一份工作吧。他在帮一个叫 Nancy 的呢，当助理。你别误会啊，这 Nancy 呢是一个70多岁的贵妇人，啊，平时呢喜欢出入各种场合，需要一个小男生帮他开开车、提提包什么的，这显得体面。一个月下来也1800块钱吧。说到底，秦淮就是个靠色相来挣女人钱的人。也不能说是靠色相，也都是不容易嘛，真的。先吃点吧，啊，吃点苦瓜歇歇火，动筷子吧。David, come on in. Hi, William. Ma'am, David is here to see you. Join in then. David? David, we have a meeting scheduled today? Actually, no. But I want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n person. Go ahead. You can tell something's happened. You've been asking really strange lately. I'm getting married, Nancy. Who's the bride? She's from China. And we're planning on going to the city hall tomorrow to make it official. Congratulations, sweetheart. I appreciate your honesty, but you know I can't hire a married man. Nancy, I need this job. I can promise you, as long as you need me for work, it doesn't matter if it's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All you gotta do is call me and I'll be here
on time and ready to work for you. No. I don't want to smell your wife's perfume. If you come over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when I call you, it'll make me feel like I'm competing with a younger woman for you. David, I know I don't have the right to convince you not to get married, but you also have to respect my rule to only hire single men. 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But thank you. Thanks for everything. I'll see you around. Wait a minute. Yeah. You should go get his wife something. Stay here for a moment. For your wife, with my best wishes. Thanks. I appreciate it. If 秦淮要是跟你结婚 ，Nancy 的助理工作就得黄了，这是什么道理？老板凭什么不让助理结婚？这道理很简单，男人都喜欢用未婚女子当秘书，女人，尤其是老女人，也愿意用那个未婚男子。秦淮这回是倒霉了，你说他拼了命的把你办过来是为了什么呢？只有一种可能。爱上你了，他说没说跟你什么时候结婚啊？明天。没错，就是这么回事。但我不会跟他结婚了。为什么不结婚啊？啊？你们俩结婚了以后，就会得到一张绿卡，有社会安全号，就可以合理合法的在这儿工作了。有多少人啊，在这儿混了十几年也没混到一张绿卡，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你不能就这么结婚，我是为爱情来美国的，不是为了一张绿卡。不是爱情和婚姻得有什么区别啊？这当然不一样了，这是有本质区别的。本质在哪儿啊？田先生，我想问问你，我现在没法就这样回国去。如果我想留下来，除了结婚，还有没有别的途径？我就不明白，你说你们俩结婚了，这对秦淮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你是好处大大的，你怎么还觉得你委屈了呢？我就不明白你们这些大陆人啊，太清高，太自以为是。你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这里的每一分钱都不是那么好挣的，都是用汗水、泪水泡出来的。哥，我先谁给你听、哎？介绍一下啊，谢桥，端木经理。啊，你好，啊，你好，我是端木，端木婷婷。哇，真好看、啊！你一定懂诗吧？我？哦不不不，我不懂。我念给你听啊！我告诉你，我是一个诗人啊，我最擅长的是写爱情诗歌。我抓住了你，我缠住了你，这就是缘分。你看茫茫人海，怎么偏偏是你掉入了我的罗网？你牵绊着我，你依恋着我，这就是爱情。我是魅惑的女妖，你是我蓝色的小精灵。一旦遇到，便是永恒。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把这首诗投到国内的诗刊杂志。你知道吗，二麦，我最近有太多的灵感了，太多太多好的感觉了，犹如神助，犹如神助。我是不是最美的诗人？我是不是最棒的诗人？不错不错，来来，坐坐坐。谢娇刚从国内来，多帮忙了，来坐坐。No problem， 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结婚了吗？有身份了吗？赶紧找一个美国公民跟他结婚。等你有了身份，工作的事情包在我身上。谢谢你。其实你不用谢我，你现在最难办的就是要找一个美国公民，并且跟他结婚。Hey, how you doing? Good, good. I wanna sign this back here. Sure. You know. $1,000. $1,000. Look, man. The original price of the bag is $2,600. So come on, give me something better than $1,000. I know, but I'm sorry. It's $1,000. Look, you're getting a great deal here. This is almost new, and the original price was $2,600. So, give me something better than $1,000. Come on. It's only $1,000. Once it's in my shop, I decide the price. $1,000. You either take it or leave it. Just give me $200 more. I'm sorry. $1,000. The bag. Thanks. William， 我能不能说一句实话？这对你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好像有点困难。你看看他，他居然眼睛里还全都是问号和惊叹号。好像根本就不知道男人是什么动物。含蓄点。我知道，刚刚从国内过来，还是有一些些保守，对不对？不过我跟你讲，其实没有什么害羞的。你看看，细皮嫩肉，白白净净，不用问，花了很多钱在护肤品上吧？看看我，是不是很健康，很有魅力的感觉？当然，我从来都是清水洗脸，什么都不抹。知道为什么吗？男人，美人，你知道吗？面对男人的时候，女人一定要有气场。比方说我吧，只要是我看中的男人，没有一个跑得掉。知道为什么吗？女人在男人面前，不光是要呈现她的花容月貌，还有很多很多，比方说气质，比方说神态，比方说声音。你知道有一种声音叫做有磁性的声音啊，磁疗你懂吗？一样的道理，女人充满磁性的声音，可以抚摸男人的心。抚摸男人的身体，抚摸男人。好像是你电话响了吧？Hello， 曹先生。OK， OK， OK。很快，很快我就买回来。Bye。对不起，美人，今天我不能跟你聊天了。没事，我的朋友们太多了，他们都太爱我了，他们一分钟都离不开我。你看看我刚出来多久，他们就急着叫我回去了。留个电话。好。你先忙呢，我一会儿用谢乔的电话打你。还是你最贴心，亲爱的。不要太想我哦。拜拜。有了吗？有了，有了。啊，
端木婷婷。对。她真的是诗人吗？也算是吧。她是我们洛杉矶作家协会的，主业就这样。平时呢，给人家买买菜，收拾收拾房间，偶尔呢也看看孩子，对外呢说是帮朋友，这样听起来呢也好听，也容易接受。你现在还在开婚介所吗？这个餐厅就是我。这是你的餐厅？对，我家主业就是开餐厅，我一朋友在北京开了一婚介所，我也投了点资，他们就让我在洛杉矶挂名当总经理，没事儿相相亲，我觉得也挺好。约我的人比较少，不像秦淮那么招人喜欢。田先生，我想从秦淮家里搬出来，能麻烦你帮个忙，找个住处吗？想想啊，你说在美国有多少人混了一辈子都混不到一张绿卡？现在有人双手奉送，你干嘛不要啊？你怎么想的呀？我不明白。总之，我不会跟他结婚。不是，这有什么？你先跟他。这主意出的有点损，你别先跟他结完婚，然后再那。你再好好想想啊！嘿，亨利。哎。哎，我这是给他的。我和秦淮说两句。哎，谢桥看见你相亲的相片了。Nancy 知道你结婚的事儿吗？嗯。他怎么说？你觉得呢 ？Fire me。啊？哎呦！这么会儿功夫，两份工作都没了，啊？你可真行啊你！那你怎么吃饭？怎么还房贷啊？哎呀，没钱的日子我习惯了，现在是他怎么办？你说他放弃一切跟我来美国，就是想安安静静过日子。他看那照片肯定受不了。我现在这么做就是为了给一个交代，我不想骗他呀。咱们周边的人都把这个绿卡当命根子，可他不是。人家看中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可告诉你啊，你得想好了，你要失去了单身身份，啊，你别到头来什么都没落下。你知道吗？之前有人出8万块钱，他跟我假结婚，我都没去。你很清楚，我什么都没有，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跟他结婚，给他一张绿卡，那我还能做什么？你说哥们儿，你醒醒行不行啊？我劝了半天谢桥了。你知道谢桥怎么说吗？他不想跟你结婚，他说你是个骗子。H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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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叫我 Honey， 你现在没有这个资格。你相信，我相信，你听我说，冷静，听我讲，我真的从来都没想要骗你。相信？你现在还有资格说相信两个字吗？我差点就跟一个靠出卖色相的人结婚，这简直太荒唐了！
林林，真事情都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发誓，我对你感觉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把我骗到美国来，让我举目无亲，你怎么就忍心这么做？不是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子。我对你感觉都是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相信我好不好？那你告诉我，我们认识以后确定了关系，你还跑到北京跟别的女人约会，这是不是欺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经济情况，我没有钱，我一定得去跑跑场，我才有一点钱能去看你啊。 我爱上你，从来不是因为你的经济状况，人穷没有关系，人穷也得有穷人的尊严和志气。但是靠相亲去挣钱，你不觉得恶心吗？我不怕吃苦，我们有手有脚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我绝对不能忍受，我不能忍受欺骗，我的感情里不能有欺骗两个字，你明白吗？我不能接受你是这样的男人。Green card，Green card。 你跟我结婚，等你拿到绿卡以后，你要去哪里都行，好不好？你以为我来美国就是为了一张绿卡？你这不是在侮辱我吗？田先生，骗我你也有份儿，能帮个忙吗？就当你说句对不起。 决定了，要不要再想一想？咱们走吧。我打个电话。咱们去哪儿？要不去端木婷婷那儿凑合一下？方便吗？我打电话问。 乔，你的情况呢？二麦都跟我说了。这样，你睡卧室，我睡这儿。哎，那怎么合适呢？我睡客厅吧，你还是住卧室。
我的东西都已经搬出来了，再说你刚刚到美国，好多东西你都不适应呢。哎，不行不行，这样不合适了，怎么可以呢？你就别客气了，你就住吧，啊，只要这房租每月多给他200刀，他比什么都开心。啊，那没问题，房租我可以多出200块钱。谢强，欢迎你，欢迎你到美国来啊！谢谢。咱们就是一个屋檐下的好姐妹，有什么事情跟我说，跟我混一点错都没有，是吧？不过，你现在当务之急是你得解决一下你的这个身份问题。你不想跟那个叫什么秦淮结婚，那你可就没有身份。你没有身份，那移民局很快就会怀疑你是那种诈骗婚姻的那种。 偷渡客有那么严重吗？哎呀，现在移民局打击假结婚，像你这种情况，人家就特别容易怀疑你，所以你一定要在你的签证有效期之内把你的身份问题解决了。那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身份呢？最快的办法就是结婚。二妹。 不管怎么样，今天谢谢你啊。你不让秦淮帮你，那只有我帮你了。这样你不说我，是骗子就行。<笑>没关系，那个，什么事情都不是事儿，对吧？这个有我们俩的，有我跟二麦的，对吧？我们一起帮你。<笑>什么事儿啊？忘开了想，都不是事儿，别跟自己较劲啊。我妹夫是律师，我让他帮你，随时他都可以帮你。 能不能不吹牛？啊！我认识你10000年了，你什么时候有一个妹夫还是律师了？我骗你干嘛呀？我妹夫真是律师，而且是一大律师，见一次面400刀了。我听着不太靠谱啊！但愿不是空头支票。什么叫空头支票啊？我妹妹和我妹夫确实是访学博士，对于你这事儿来说啊，就是小事儿。 去，胡说什么呢？身份事儿是小事儿啊。妹妹说就全是小事儿。那我认为呢？哎，没关系的，那个不是还有段时间吗？可以再想办法。但是今天能遇到你们二位，真的是我的幸运，谢谢你们。别客气。这么说我还真是不好意思。 我帮你收拾东西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的，谢谢啊。我自己搬。啊，那我一会儿就出去一趟。啊，然后那个我有个朋友说呢，那个让我去帮他看一下孩子什么的。啊，那个。好的，没问题。啊，那就回来见喽。哎，好的好的，回来见。好。我替你帮你收拾收拾。哦，不用，我自己收拾吧，而且。 我想自己先待一会儿。好的好的，谢谢啊。那我先进去收拾。好好好好。你在进卧室呢，去看看。啊？你怎么那么讨厌呢？啊？怎么讨厌这俩字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的？怎么讨厌？这恰到好处。呸！贫嘴。你让妮儿待会儿吧。 我跟你说，马上就要结婚了，突然发现对方是个骗子，这会崩溃的。不是他这时候更需要人帮忙，他们想不开了。哎，用不着你，本来人家快忘了，你这唠唠叨叨的说来说去，他反倒会想不开了。我讨厌。我进去看看。急眼了。